从来没有当众用过吧？什么？你的黑色狸猫除了个头小点外，一切都是最顶级的。灵猫幻步，上古奇门步法之一，虽并不具备攻击能力，但是却是最好的辅助步法，黑影受不得丝毫的能量冲击，因此通常情况，只要靠近对方身边十步距离，就会被对方发现。你需要将自身的战绩总结一下，整理出一套高爆发的战绩。你的不败金身，从来没有当众用过吧？什么？